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都知道我本人呢很怕唱歌，然后我最近呢就是我们北七乐团即将要发第二张专辑，然后老师给了一个很大的任务要给我，就是他希望我可以跟爱晨合唱一首歌。我听到的时候紧张皮皮抓，然后我们的经纪人呢就默默的给了我这个东西，你们猜是什么？绝对不是时空胶囊让我回到小时候重新学唱歌，绝对不是，是一支麦克风。而且他知道我喜欢粉红色，欸，他真的是我经纪人，实在太可爱了。然后啊你看哦，听到声音吗？然后他是用蓝牙的，跟我的手机连线之后呢他就可以唱歌了。听到吗？它本身就是一支音响，然后这边是麦克风，麦克风。今夜还吹着风，想起你好温柔，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。艾乐莎的订单有点多，拍谁？也不是无影踪，只是想你太浓。是无可把你梦，还有 echo 可以调 echo。 爱的路上有你，我并不寂寞，你对我那么的好，这次真的不同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，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。亲爱的人，可以了吗？可以了，真的是很厉害。这个麦克风都不管走到哪里都可以唱到，而且只要你下载 APP 就可以连接唱歌，然后可以跟家人一起同乐。如果你们介意的话，我之前有录我爸的影片，你可以把它播出来吓吓大家。我爸很满意哦，而且就可以家族同乐，就比如说母亲节的时候啦，或者是周末跟家人吃饭的时候就拿出来随走随唱，走到哪里都可以唱到哪里哟。